我是 Peter 曾，道號是支槍，而十三宮是比較更全面，即是由頭到腳，由裏到外，比較是細緻一些，會全面一些。練完十三宮之後，呼吸是好了的，呼吸是長了的。未學每當功夫之前，可能是 一口呼吸可能是20多秒咯，咁而家係大概係1分15、15、6秒到咯。